哎呀，这个烧水，你是这一锅还是什么？他这打一壶多少钱啊？摊子吧，跟着摊子免费喝茶。哦，免费喝的。这都有啥菜啊？大家炒菜，有什么菜啊？有豆腐。豆腐，我是丸子汤，然后个鸡蛋汤。哦。这个炒个菜，加个工。炒菜加工是吧？咸蛋怎么样？不用太咸了，大爷啊。就怪咸的。咸了。人家说人家说小。嗯，你那三九多少钱一杯啊？三九五毛钱一杯。啊？五毛钱一杯。五毛钱一杯。嗯。真便宜啊！我这便宜卖的。哦，五毛钱一杯，我以为一块钱一杯嘞。你五毛。五毛钱一杯。怎么样？这度数？管。大爷，你年轻的时候能喝多少啊？那时候最多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。年轻喝斤吧。现在能喝反正半斤多少？还是一斤能喝了了吧？喝半斤。可以。你八十几了今年？八十六。八十六了。这个叫啥嘞？伪装大吉啊！看看这个大爷在这烧水，炒菜烧水。哎呀，这个烧水，你是这一锅还是什么？他这打一壶多少钱啊？摊子吧，跟着摊子免费喝茶。哦，免费喝的。哎，免费喝茶。他你市场给你发工资是吧？哎，免费喝茶，免费吃料。哦。看着天气了。啊。大爷，你这都有啥菜啊？大爷，炒菜有什么菜啊？有豆腐。豆腐，我是丸子汤，然后个鸡蛋汤。哦。这个炒个菜，加个工。炒菜加工是吧？哎。啊，我买个菜，你给我加工一下子呗。行。买肉。给你们买点肉啊，让那个大爷给加工一下。这个伪装大吉还可以啊。啊，闹了半天，老板你是卖肉的呀？嗯。我说你在那刚才在那做豆腐。啊、嗯。给我盛点瘦肉吧。盛了吗？给我盛点瘦肉吧，盛十块钱的吧。才多少钱？才只能三五百。十块五。三十块钱的啊。十块八，行。十块八毛八。那这肉多少钱你啊？现在这肉，那肉多少钱你啊？十三。排骨嘞？排骨十九。哦，排骨十九，兄弟们啊。吃的还是筷子了。多少钱呢？两块钱。来，大家你看一下这个一块肉，一点肉，还有个青椒，青椒要洗一下子，冲一下子。瘦肉，啊，多啊，十块钱的。他这灶台挺好啊，没有烟啊。你这没烟啊？这无烟煤啊？我说呢，这个小灶台挺好啊。那啊，哎，你是今年有60多了吧？六十七了。67了啊。哎，在这炒这个菜有几年了？我说在这干有30多年了，在这个机场干有30多年了，30多年了，嗯，哇，这么久了，嗯，这机场都是这样，都好几十年了啊，哎，二三十年的，十几年的都有。你这个豆腐汤，豆腐咋卖的啊？多少钱一碗？大碗5块钱一碗，5块钱一碗，哎，是吧？等会儿再给我来个豆腐啊。啊。4个啊？你觉得可以的，可以了，可以可以，当4个吧，4个不用这么多，可以了。啊，不要这么多。啊，不要这么多了。放点酱油，老抽，好嘞。咸蛋怎么样？不用太咸了，大爷啊。就怪咸的。咸了。人家说小。嗯。人家说小，我得挑。挑淡一点是吧？挑稍微淡点行吗？也没事，算了，没关系，一放辣椒就不，一放青椒都没，哎，不咸了。哎，一般我菜的都颜色都不小，对，哦，对吧？那青椒炒豆皮行吧？哎，炒豆皮，对，好的。你不是愿吃不行啊？那是哦。10块钱肉，2块钱辣椒。
这什么油啊？这是花生油。花生油啊？对，咱吃不吃别的油？哦，这是花生油啊。嗯。你那三九多少钱一杯啊？三九五毛钱一杯。啊？五毛钱一杯。五毛钱一杯？哦。真便宜啊！我这便宜卖的。哦，五毛钱一杯，我以为一块钱一杯了，你五毛。五毛钱一杯。啊、哦，这油，拿着油壶啊。你吃辣椒吧？不，要放青椒，放青椒。放青椒哈。豆皮几块钱一份啊？这个五块钱一份。炒豆皮五块钱一份啊？哎。哦。炖炖是吧？行，随便你。炖炖。你这边怎么？你们怎么吃？你就，哎，怎么做我就怎么吃啊。这样炖。啊，炖就炖。哇。哎呀，你喝酒能喝多少啊？啊，你喝酒能喝多少？这头鱼不敢喝了，没人喝，这不喝了，这都半年了不喝了。半年不喝了。嗯。啊。头鱼。哦。下个菜什么菜啊？这是我炖的豆腐。炖豆腐是吧？嗯。行。那我今天要三个菜了啊。啊。今天我要三个菜了。要三个菜。一个豆腐啊。对。老板，过来喝点吧。哎呀，请你喝点，请你喝点。啊？你过来喝点可以了。来了不用管。给咱的管水来。这五毛钱一杯的酒也不赚钱，酒就是就跟送的一样是吧？这个炒菜的是恁老公公是吧？他这是他爷爷是吧？啊，你吃那些啊？今天可以啊？我喝完汤，你还要豆腐还吃完汤还？哎，可以，还生活不孬的呀。我喝完，可以，啊，咱试一下这个酒啊。这个东西高度酒，高度的？高度。不会吧？你五毛钱一瓶一杯还高度啊？尝一下这酒啊。度数还不低嘞，这度数还有点高啊。这是菜，临沂大区啊，80多岁大爷，精神很好，我也来一杯。怎么样？这杜叔，管、啊，哎，大家碰个杯，来，这一碗得多少钱？5块，哦，全部炸土豆也5块啊，豆腐是5块。哎呀，你年轻的时候能喝多少啊？那时候最多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年轻喝斤，喝斤吧。现在能喝反半斤多啊？还是一斤能喝了吧？喝半斤，可以。你80几了？今年86了。恁庄上400-500口子人，80岁以上的有，还有90多的，啊。一天每天喝一顿吧，喝两顿，一天喝两顿啊？那厉害的，可以，行，不能。这国家给，像你这个给一年一个月给多少钱？国家是300块钱。哦，对。再倒一杯，啊，我再喝一杯，大爷倒一杯，大爷想喝多少喝多少啊？也86了。一天喝2顿，一顿喝半斤，现在以前喝1斤一顿，也抽烟。你看这86了，你看这精神好的，兄弟们。哎，这个不好说啊。哎，这个不好说啊。嗯。哎呀，你看一下多少钱？
还有那个大爷，那个他那个豆腐，那他那个啥，那个给他一起装上。我也不能装。啊？我给你装上。给那大爷装上。还有加工啊。到了你三。